大家好，我是说重庆拍的崔勇，现在整了个牛骨回来，还拿箱刀回来，直接宰，看那个刀到底好不好。宰骨刀，来，从最简单的宰一走，不是那么厉害哈。那个宰骨刀哎，宰点小骨头哎，不是里头干净，宰点大骨头搞搞。哎，耶，好硬了，你看。这个是一斤多的哈，用尾部宰呀，别人都说刚刚厚，用头宰宰。看哈，一样的，没缺哈。那个箱里面的有宰骨刀。还有吧，家庭用的切刀，还有切骨刀一把，厂家赠送的上面一把剪刀，打皮刀，还有小水果的水果刀，厂家比较贴心的，刀用久了要磨噻，用那个磨刀棒，放两把都行了，那刀都快了哈。就那么七件套，只需要2位数，放在下面小王子的直接购买，好用，你给我拿回来。